仙霓裳拜见王妃。 下去吧。什么事？王后要杀我？王后要杀你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太子亲口对我说的。王后要杀我，让我注意安全。王妃一定要救我。我为什么要救你呢？因为我们是同命相连的女人。 同命相连，我是大王的王妃，腹中怀有大王的骨肉。我的弟弟莫藏额旁是大王的爱将，而你，你不过是太子的未婚妻，一个宋朝女子，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丝毫根基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 王妃说的没错，可是别忘了，我现在也是大王宠爱的女人之一，大王给王妃的，可能终究也会给我。王妃此次出手相救，其实不是在帮我，而是借此除掉野丽人荣和野丽王后。王妃不觉得这笔交易十分合算吗？王妃帮了我，莫赞额旁。 会成为大夏最有权力的大臣，王妃也会顺势成为大夏的王后，而我也不再接近大王。宋人讲审时度势，找准人生位置。仙霓裳，你看得很准啊。